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大德，大家午安。请各位打开我们《华严经要》263页。我们是到了十地品，十地品呢，各位看一下右边讲修因气果生解分，那么是差别因果周啊，在我们的第二页，看一下这个第二页有一个八十华严经四分五周品名，即九会七处等总表，四分里面的第一个叫举果劝乐生信分，这个我们讲过很多遍，但是呢，反正到一个大的一定回个头再看一看，以免会啊把方向那个地位置搞不清楚了。这个四分是信解行证四分，第一个部分是讲果啊，果就是佛的果地啊，是究竟的位置是怎么样的，那么就是属于所性因果周啊，总共有六个品。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最核心的，一般的英文就叫 body 啊，就是主干。那么就修因气果，前面是果啊，果是最究竟的目标，修因气果就是要卫星导航定位，因要跟果要配合，前面是信，二就是解啊，再后面才是行跟证，行跟证是到了最后了。那么我们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分为啊差别因果周跟平等因果，差别大概就是行步一步一步的来，平等就是圆融无碍了，就是圆融。那么差别的因呢就是修学菩萨的因啊，这个我们讲过了，前面这个部分从差别一步一步的包含了啊，比如实性位含在里头，实住、实行、实回向，到现在的实地啊，然后是等觉、妙觉。那么就是说，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实地就五十个位置了，加上等觉、等觉菩萨，讲观音菩萨的等觉啊，还差一念生相无明。后面妙觉就是佛，这是52个位置。好，那么这52个位置中呢，啊，前面一般就是所谓的三贤位了，实住、实行、实回向，所以三贤位。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实地。位，实地位是一个圣
圣贤的圣位，啊，是非常重要的。《金刚经》不是有一句话吗？一切贤圣怎么样？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有人就说了啊，这个解释应该是一切贤圣，不同于凡夫的，是因为他是无为法。啊，这个说法太含混了。无为法就是无为法，所谓的无为法。啊，无为这两个字是从老子过来的，啊，老子思想无为而无不为，可是老子的无为是站在自然的角度，大自然那个自然的角度，所以我这个，啊，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天地宇宙自然，佛法的无为是站在空性的角度，站在不生不灭的角度，就不一样的。啊，老子的无为，哎，大概都算是我们这个宇宙，我们现知的宇宙。啊，就是所谓的宇宙，就是小宇宙，就是小世界了。啊，一日一月的这样，佛法的就十法界了。啊，所以这借用无为的名字，但是内涵不同。这是我们在学习。佛法也好，学术也好，这个地方分清楚的。我们常讲，民间都说三教合一，是三教合一，这样可以笼统的这样说，啊，但实际上呢，同样是无为两个字，里面的实质内涵不同，啊，这个失之毫厘，没有一千里。如果用学术来说呢，这是形上学，形上哲学，这个形上又是易经里面的。形而下之为气，形而上之为道。那我们佛法来讲，形而下之为气，四个口的气就是相，或者是有为法。形而上的道就是无为法。啊，这个所谓的无为法，所谓的空性，是一切现象的本质。啊，因此我们到了实地，就是要进入本质，天台叫分证即佛的位置了。啊，是非常要紧的圣位。所以呢，就是我们回到刚刚的话，一切贤圣，啊，佛法的贤圣，跟世间的贤圣。也不一样，我们世间的贤圣就是七十二贤人啦，孔子是圣人啦，啊，这样的说法。佛法的贤圣就是三贤位的，叫做贤，实住实行实回向叫贤，把实地实性含摄在初地，这个叫做贤。那么实地叫实圣位，圣者见性成佛，禅宗所谓的见性。即使是一份，啊，一份，也算是见性，啊，好，这是贤圣。那么刚刚话还没讲完，小就是说，出世的无为，刚刚讲是空性，是空性，啊，不管小乘大乘都是空性，所以般若有两个叫做不共般若跟共般若。般若，我们以前这话我们都常常说过了，啊，我要不断的提醒，要回味，啊，不要失掉准头了。就是这个出世的，他一定是有空性，所以他的般若呢，所谓的共般若是不论小乘、中乘、大乘、声闻缘觉菩萨，都是讲空性，空性就出离我执。处理我执就没有轮回了，没有我，没有一个主体的我，世间法一定有个我了，啊，一定有个主体，主体了 ，subject 一个主宰，对，出世法啊，脱离这个主宰，主宰是一切问题的来源，啊，一切问题的来源，我们看看川普那个我执非常重，对不对？各位看嘛，那讲话就是。
我自我意识非常强，啊，这个主体性。好，我们出世法一定要处理我，没有我，这个是一个基本逻辑，才没有轮回。谁轮回？没有我，谁轮回？啊，这是，就是叫共般若，同样有空性。那么大乘呢，不但处理我，而且处理法。那么我们可以说，世间法呢，也就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啊，为什么《金刚经》说如梦幻泡影呢？就是世间法。可是小乘人认为要脱离世间的有为，求得一个无为，这就叫二分思维，出离此到彼。大乘就不是了，离开有为没有无为，离开妄没有真。啊，这个是大乘的思考，不离开有为，也就是说不离开缘起有个性空。啊，这我们不断强调呢，不是离开有为，有另外有个无为。啊，这两个，所以才有啊，不住生死啊，不入涅槃。就是不落两边的意思了，啊，到佛的境界，他是法身，啊，报身、化身，哎，化身是不入涅槃了，啊，法身不住生死啊，啊，这样，好，所以呢，一切贤圣皆有无为法，有差别，一个是说，哎，小乘的跟大乘的无为。啊，无为法都是无为法，有差别的。啊，是这样。另外呢，三贤位跟十圣位也是有差别的，所以应该解释什么叫做一切贤圣皆有无为法有差别呢？就是刚刚所说的小乘跟大乘的差别，这个三贤位跟十圣位的啊，初地也有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也有差别嘛。啊，所以说《金刚经》那句话应该如是说，应该是这样解释的，才能够理解，啊，不会误解。好，现在我们再看到刚刚讲了差别因果周啊，这就是一步一步的到十地位，啊，十地位，十地位的上面就是等觉位了。等觉位就是我们在讲前面讲到《大乘起信论》，一念不绝的那个一念不绝，生三心那个一念不绝的等觉菩萨，生住一念相的生，哎，妙觉就是佛了。所以呢，这就是四分五周啊，所性因果周啊。到后面的这个差别因果周跟平等因果周，所以说这就是所谓的差别因果周啊，才有后面的啊成型因果周跟证入因果周。好，这是我们把这个大概看，另外还有呢，还有就是会。就是会指此地在什么地方呢？啊，在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啊，会次。他化自在天，就是说，佛法在佛陀在哪里说法？在人天。啊，人天。说法，所以我们现在强调人间佛教。啊，当然从现实上考量，其实还有人跟天，天我们看不见呢，啊，不知道它在哪里。嗯，实际上是人天成。那么还有呢，就是下面呢，啊，如来放眉间毫相光。这个放光说法，
华山大学有一位研究生写了一个曹玉美啊，写了一个就是菩萨放光的研究，专门讲放光。我们看到我们的经要264页的第二大段啊，尔时金刚藏菩萨成佛神力，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啊。这个大智慧是体，光明三昧是用啊，入世三昧已，这就是讲如来这里说的眉间啊，眉间毫相光，就是我们这边所写的啊，这个代表他的中道光明的智慧，以根本智成就大悲恨。因为呢，我们在人间呢，都是用语言来表达，啊，来表达 ，express， 是表达。天上不用文字语言了，文字语言太麻烦，用光。到了诸佛的世间，都是光了。现在我们看，现在这个时代，网络时代其实都是光哎。你说这电脑那不是光吗？手机不是光吗？这比喻了，对不对？以前用什么？啊，什么结绳啊，然后文字啊，等等等，现在几乎也是差不多，所谓高科技啊，慢慢都是在放光说法了。哦，这是我是一个比喻。但是以前人，不要说以前人，我们小时候都想象不到的，电话。然后显现出现代的这些这个科技的一些所有的产品几乎都是如此了。所以呢，这边就是在表法啊，是他们的境界要高科技，他们是更高的高科技。我们用现代语言来说，我们还在蛮荒时代，他们是高科技，这样写是可以比较容易懂了。蛮荒时代，我们怎么会想象出现在的这些？就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些漫画，都什么机器人啊什么，都觉得那都是想象了，对不对？那都是我们人类想象的。现在呢，对不对？现在什么机器人干什么？以后可能这些医生啊开刀什么都是机器人了，开车也不必了，对不对？按一按钮。就是自动驾驶了啊！现在这个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已经眼前的事情了。那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诸佛的世界，他们就是放光说法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这样理解呢，比较能够了解。所以各位看一下。263页里面说，前面已说，实行实住实回向三贤法门乃是教道，故经说实地圣位以正道。啊，是真正的正。这个他这里用了一个道字啊，因为我们传统往往用道这个字，朝闻道夕是可以啊。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都是用道。道也者，不可虚离。啊，都是道。啊，道有道，非常道，都是道。道是什么东西？如果用现代解释，就是道就是真理了。树就是真理。啊，天地的真理，人的真理，世界的真理。跟西方哲学不然哦，西方叫 philosophy 就是爱智的意思。
甚至一些哲学家说，吾非智者，吾是乞智者也。我不是智者，我是乞求啊 ，just like a beggar， 像一个乞丐跟上帝乞求给我一点智慧。他们的这些哲学是一种求知识、求知的一种过程，一种这个认知。哎，那我们传统认为不是，我们的这个知识，为什么说人不学不知什么道？人不学不知义是三字经里的，人不学不知道是学记里面的。三字经里面是把学记这里面的话呢换了一个字啊，这个字义就是说，我不经过学习，我怎么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呢？是这样的意思。可是呢，我们传统的哲学啊，哲学这两个是西方的啦，就是说我们要去学习宇宙人生的真理的意思。谁能够告诉我那是老师了？是言和道尊嘛，道尊而后人之进学嘛，老师就是真上缘嘛，佛法佛陀就是我们的老师啊，也是我们的老师，诸佛菩萨也是我们的老师啊。啊，就是道的意思，就是那么孔子能够就是啊，他懂这个道，对吧？十有五十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情，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他正道的过程啊，是这样子的，他领悟真理的过程。可是苏格拉底不是啊，苏格拉底认为说，无非智者啊，是爱智者有，我不是智者，我只是爱智慧，因为智慧不是我们能了解的，真理不是我们能了解的。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是用知识的角度来，啊，好像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就是我生命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学习无限的智慧是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这是西方逻辑，都是西方逻辑，永远都是二分逻辑。我们传统逻辑都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三生万物，老子说的，对不对？就是从一开始嘛，啊，一知而百虑，殊途而同归，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是我们的逻辑。所以我们如果说，各位如果看到，比如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那个什么一个黑人的一个事情，啊，闹沸沸扬扬。啊，所有这些最近的这个新闻非常热闹了。那我在想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想一个逻辑思维。西方的逻辑思维就是有至少有两个。第一个是什么？进化论，弱肉强食。第二是什么？是基督教文明。所以西方的文明是从希腊哲学，达尔文进化论，跟这个基督教文明而来的。这话怎么说呢？就是说达尔文进化论就是弱肉强食嘛。所以现在我们整个世界，亚洲、欧洲、非洲，南美、北美都是殖民地嘛。殖民地就是说弱肉强食，我武力文化比你强，我就统治你嘛，就弱肉强食嘛。美国为什么怕中国呢？哎，你会啊威胁到我是第一的，不是一种双赢的，是不是你赢就是我输，我为什么要弱？凭什么你要强？只能我能强？这就是二分思维，不是双赢。不像我们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一家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啊，我们看法界就是一体的，不是二，是一，这是二分思维，对。谁愿意说弱呢？谁要你弱？那就是，所以呢，就你争我夺，永远没完没了，就产生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基督教文明，比如说现在黑白之争啊等等的问题，我们可以看，西方人认为说我们白人就是上帝的选民呢、啊，你们有色人种就是二流、三流啊、四流啊，白人第一嘛，啊，其他有色人种，然后黄种第三嘛，那最后黑种啊，哎，就是有这个，我们不是众生平等啊，这基本观念不一样啊。不同的思考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源远流长。美国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只能说用法律把它压着而已了。啊，压着而已。包含比如说美洲大陆、北美国这块地方，都是本来都是印第安人呐、啊，现在进来哪里去了？被灭种了。啊，给他们一个什么什么毒啊，什么东西灭种了、啊。其实就是说，这也是弱肉强食啊！谁叫你要插？所以我们要想想看。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是想这个 case，而是它是有源远流长的过程，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世界局势永远没完没了。不是说民主国家不会打仗啊，美国打了仗是最多的，对不对？所以仔细想想看的话，其实这是一种思维逻辑。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的思考。我们看诸佛世间，就是到后来就是平等的，一即一切，一切即是平等的，没有障碍，没有对立啊，啊，没有差别啊，对不对？是一种孟子说的通公议事，宪补不足，就是分工合作，彼此合作，都是双赢。我帮助你，你帮助我。菩萨也要靠众生成佛。众生要靠菩萨来超度，帮忙，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逻辑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出它后面有一个非常强的思维逻辑在后面，大家不知道，大家看出外表，我们看热闹是看外表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今天如何，永远都在那边补洞而已啦，啊，得到一个暂时的平衡，暂时没事情，好像身体没病啊，这样而已。到了一段时间，他会又出一个毛病。啊，然后又怎么样？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因为你的思维逻辑不可能解决的。啊，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呢，那像儒家的世界大同，对不对？啊，如何说？所以我们看川普他干什么？有人说川普只有很傻，如何？有人说其实川普是精打细算，他也是选票逻辑啊。所以民主社会也是选票嘛，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人说。因为白人70%，那投票是70%，白人人数多，在他投票率70%，其他的有色人种，尤其黑人的投票率很低，所以我必须得到白人的那个，所以我怎么样能够得到大多数白人的支持呢？所以他早做这些东西，是他有背后的一种思维逻辑，有人说是他已经精打细算的，那就又面临到另外一个就是民主的程序的问题。对呗？假如说我们这边选举啊，过了这样的，一般都是大概60%人选，60%人选的话是多数嘛，多数是相对多数，不是绝对多数啊。那可能是我选上不过是20-30%人支持我，那你说这个合乎多数吗？这个是程序的问题了。哎，跟诸佛世界不是哎，你的见成佛没破，你就是六道轮回，你就没办法哎，没有人情可说的。不管你什么人种哎，不管是男女老少，这都不分，它是非常公平的，也不是60%、60%、70%，它是100%。见成佛一分没破就是不行，无明惑一分没破就是不行，就是等觉而已，啊，这是清清楚楚的，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就是说，它有一种制度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也是一个制度，这佛法有它的制度，很公平的一个制度啊，是完全不同的。好，这是我们刚刚谈的，就是一个思维逻辑，一种思考方式来啊。那么因为呢，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啊，也可以这样讲。怎么说呢？就是啊，从学术来看，哲学是一切学术之母。从希腊哲学也就是这样，
一切学是从哲学出来的，啊，而哲学之的后面是什么呢？是形上学，形上学就是最后的那个最基本的最高原则，也是最基本的原则，这叫形上学。亚里士多德那时候说的是，啊，这个这叫做物理背后的，啊，一个说位置在物理背后，实际上也就是说，好像说一个苹果从地上从树上掉下来，那为什么苹果会往下掉，不会往别的地方掉呢？所以牛顿就发现，不是发明，万有引力定律。苹果掉下来是个现象，万有引力定律我们比喻啊，它是一个形上学，你看不见，万有引力你看不见，可是为什么会掉下来？那就是所以然之故的形上学，形上的思维是最后的。所以我们讲任何东西都要说，哎，什么叫哲学？所以小云导师说，道通于义，你是义是术，再高层就是道，道是最高的，就是最形上的一个东西，啊，是在后面的，啊，对。所以这是我们看佛法相也都是外表的，性就是内涵的，理法界就是内涵的，就形上学，事法界就是外相的。那我们现在所讲的所有东西，什么初地二地，那就是说明啊，初地二地后面是什么呢？他当然就是说，你对于这个法性啊和真如本性能够认知到几分啊，到就是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满分十地，我这边讲等觉妙觉啊，就是他所以然之故，我们要说明的。这个知识它背后的有一个啊所以然的道理，形上学就是所以然，一切哲学是然，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所以然。所以我刚刚呢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讨论最近发生甚至世界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问题。就形上学是背后的问题，我不是看现象。你现象解决的事情，你不把根本的问题解决，这个现象不会解决的，这种问题永远存在的，啊，不会解决。这样，除非你的观念改了，改了另外一个思维逻辑，比如说众生平等，啊，那么这个人类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所以我们看我们传统，我以前讲过，我们叫别的这个叫阿伯啦，对不对？啊，什么阿姨啦、伯伯啦，什么，其实都是，为什么又不是我的阿姨，又不是我的阿伯，那为什么叫他张阿伯，啊，李阿姨，那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其实上这个语言上面背后，西方人有没有称别人叫阿伯啊什么的？没有啊，他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怎么会称他跟我有亲戚关系？不可能。所以这是一种文化，文化的思维，就是如此的。好，同样呢，我们在佛法里面也讲，为什么会这个有同样的名称，同样的那个啊，就是你同样的法门，就是同样的名称啊，不拘一格。好，现在各位在看263页的啊，十地法门第二段，不，第一段还没有完，后面啊。至于诚实，一切佛法皆依此而生，故名为地。经云：趋入菩萨诸地，行一切佛法所从生。地是什么意思？地就是生长万物的，对不对？那佛法此地说的地，这个地就是法性地，法性地能够生长所有的功德，所有的智慧，就借用这个名词来做一个转化的意思啊，就叫做地，初地二地地上。好，第二段看这个第二行啊，因前三贤行尤为自利，即入圣位，直通等觉，
纯应利他，无可自化，故超越化乐天之自化，今生他化自在天，讲说此时地品。这个说明说，为什么此地三贤位跟圣位的菩萨他们所修的差别性在哪里呢？就在此地了。啊，一个是利他，一个是自化。那么前面讲的是化乐天是啊，叫自化，而他化自在天就是化他。此地以普光明的智为体，前四位虽未离此体，但蕴积之功未全。啊，前四位就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前四位啊，啊，也离不开这个体。就普光明智，就普光明智就是照到啊实相的这个智，但它蕴积的功还不够完全，指明为行。今则四位融为一法，前面四个呢并没有把它抛弃掉，而是把它汇整到啊此个实地，所以名为诸佛智地。我们在前面呢啊也曾经说过了，一个就是一般啊这个所谓的，各位可以看到十九页的倒数第四行，十九页倒数第二段倒数第四行最下面，第三种叫智正觉世间，前面是说众生世间、气世间。那我们是气世间、众生世间，智正觉世间就是佛的世间了。因此呢，我们讲到诸佛智地，就是已经进入了智正觉世间，就是我们刚刚比喻的高科技，啊，最高的高科技。即是实地法门也，由此直至十一地等觉位，更无别法，故论云此实地法通出彻末，成为一即法门。这个请各位稍微注意到这一句话，就是由此到此实地法通出彻末，出是什么？出发心实性位就开始了，一直到最后成佛，彻末成为一即法门。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是一法修一切法。请各位再看到275页倒数第二行，这274页就是所谓的欢喜地了。他说，佛子，菩萨始发如是心，即得超凡夫地，入菩萨位，生如来家。到了最后一句，于如来种中决定当得无上菩提，发如是心，就出地位了，就超凡夫地，啊，入菩萨位，这样子。好，现在再看后面263页，
刚刚那个那一段精会云集之众菩萨全系三贤以上行者修行者，而以金刚藏菩萨为上首，成佛神力为会众说此十地法门，但菩萨说出十地名后默然而住，不复继续。后经谢托月菩萨与会众殷勤三请，然后乃得一一说来，圆满会众之希望与喜悦。无人当知，今日读经奉持者亦会众之一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见者有份了啊，我们今天能够共享同样的盛会啊，就是同样的一个境界呢，就这个意思了。那么这个当然了，会有人说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呢，见识未破，更不要说尘沙无名啊，那么怎么会有份？请各位看到十七页，那我们常常提到啊，常常提要给我们常常自己的打气，是十七页里面有上面的每一批有大心凡夫，华严经的当机众当机者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是跟博士生说的，但是世尊在经上也说得很清楚，对象是大心凡夫。所以他说我们读经实在值得欣慰，虽然是凡夫也有资格诵读或聆听这部大经，如果没有资格的话，这部大经不会在我们娑婆世界流通，就是有也是没用。各位知道什么叫末法，什么叫做灭法？灭法就是说假设说我们这个道场或者是我们学校或者什么，虽然有大藏经，没人看，更不要说懂不懂了啊，就是有也等于没有啊，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说如果这部经没有意义，没有看不懂，也跟我们没有关系，怎么可能流通？没有这个因缘，不可能。所以后面第五行啊，刚刚十七页说，虽然我们的烦恼障所知障一品也没断掉，可是我们仍然是华严经的当机众啊，就是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道理，就是跟它相应了。好，这是我们对十地品它这一品稍微做一个解说。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品的263页十地。尔时世尊在他化自在天王宫摩尼宝藏殿与大菩萨众聚，其诸菩萨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悉从他方世界来集，住一切菩萨自所住境，入一切如来自所入处，勤习不习，善能示现种种神通，诸所作事教化调伏一切众生，而不时时成为为成菩萨一切大愿，于一切事一切劫一切刹勤修诸行无暂歇息，歇息具足菩萨福智助道普益众生而恒不愧啊，点点。好，从前面说尔时世尊在他化自在天的宫摩尼宝藏殿，就是讲他的一个是主世尊，另外是在什么地方
还有有哪些人参与，那都是大菩萨众聚。啊，所谓的大菩萨并不是说个子长得很大，而是他们都是地上菩萨，出地以上的叫大菩萨。而这些大菩萨呢，都是与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家都知道都是翻译的啊、哦，在《金刚经》里面就常看到，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不退转。各位看了，反正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都是可以成佛的。包含我们净土中《弥陀经》里面说，都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不退转的。这些大菩萨啊，悉从他方世界来集，都从他方世界来到此地。那么来到这边怎么样呢？下面就是住一切菩萨之所住境，他们呢已经到这个境界了啊，而且入一切如来之所入处，也到了如来智慧这程度了。情行不喜，善能示现种种神通。这个神通说起来其实都是对我们说的啊，怎么说呢？对他们来说，就像说我们现在把现在的这些我们说的这个网络啊等等，去跟那些没有开化的啊那些人，你去跟他讲的话，这都是神通。对我们来说，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生活在这里啊，每天都是这样啊。打开手机，打开电脑，那都是这样。一出门，食衣住行都是这个，对不对？将来世界很可能是说住在家里任何东西食衣住行都不必管了。那么诸所作是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就是他们的事情是在干嘛呢？是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哎，他们也是从一步来到这样，而不失时啊，为成菩萨一切大愿，于一切事、一切劫、一切刹，勤修诸行，无暂懈习。在哪里呢？一切事，不管过去、现在、未来。所以我们看到佛法，它永远都是。像我们前面讲到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样的，不分时间空间的都是如此，一切的劫一切佛刹都在勤修诸行，无暂懈习。我们前面提过了，在儒家中庸里面讲，道也者不可虚离，可离非道也。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故君子慎其独也。道是什么？道不是我们上课好像有道，下课没道，不是。道是随时随地随处都是道。啊，道是不分地点。不分处所，不分有人没有人，都是在修学的。所以以前我们太极拳老师就说，什么叫太极？太极就是生活啊，你日常生活行住坐卧这都是太极啊。就是我们现在低头族就不合太极道理哦，太极要顶头悬，这样低头就会伤害我们的颈椎啊，那是因为你没有合乎道，不是谁惩罚你，是你违反这个道的原则。
我们生病就是违反了道，不是随尘吧，违反了自然，佛法来说违反法尔如是的那个东西，没有谁规定它道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禅宗为什么说行坐坐卧呢，就是随时随地。那因此呢，此地说到啊，他们为什么要勤修诸行无暂歇息，道是不能停的啊。对于我们说刚说的美国黑那个受害的那个弗洛伊德，他就被压了脖子嘛，没办法呼吸了嘛，那就是把他呼吸这个道断掉了，断掉人就没生命了，就几分钟而已嘛，就是离开这个道嘛。谁规定说不能呼吸会死呢？没人规定啊，天地之道就是这样，对不对？但这样做起来为什么会引起反弹呢？就是说你违反这个道，我们叫做不人道嘛，就道的意思，就是法尔如是的那个东西。所以呢，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说明，诸所作啊，这个里面讲勤习诸行无暂歇息，什么意思？表面意思懂啊，那我们在解释它的意思，就是说时时刻刻你都合乎道。他们已经到了这个 high class 的这样的一个层次的人，那当然他都是能够时时刻刻都在啊那样。所以说我们看佛法啊，我们欲界众生一定要饮食男女睡眠就这些啊，可是呢到了色界天没有这个嘞，不需要睡觉嘞，不要吃饭嘞，为什么？他是禅悦为师，他靠着禅定的功夫，等于说我们用普通语言就是说，我们吃饭就是补充能量嘛，我们呼吸也能补充能量啊。可是有人说我们在禅坐的时候，哎，他可以接受天地的能量，平常接受不到了，这天地能量是免急要不要钱的啊，你坐在那边禅坐要钱吗？不要钱呢、啊，不必收几分钟要停车费一样的，不需要啊，那都是道啊。所以说我们要靠着外在的东西不断的来补充，我们靠外面的日月才有光，天人不去靠外面的嘛，身上就有光，他禅定他就有能量，不需要靠着饮食，饮食太粗糙了，有这个能量他才能生，他就活着、啊、那问题说他的禅定功夫有多久，那寿命就有多长啊，但他还没有证悟到真正的真理啊，所以他还是有五衰相现的，还是轮回之中啊，你要从逻辑来看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他都有他道理的，不是神话小说，哎，他就是有他道理啊。所以我们去用智，所以梁启超先生说佛法是智性不是迷信，智性就是我们用智慧去了解为什么天人可以是那样子的啊，如何如何啊，我们要靠外在的东西来补充营养补充养分，我们才能吃，不吃不行啊，不睡不行啊，啊，对不对？要按照这个时辰如何如何，天人不要了。那么我们以前举例过《文摩诘经》里面讲了，为什么那些花落在有沾染的人，有烦恼的他就站住了，没有烦恼就落不了，就代表说他已经像六祖坛金刚经讲了，不住身香味触法而身心了，他已经不着外境了，外境已经不需要，就像修习楞严经一样的啊，入流王所邓君二相了然不生了，这些外向的东西他就慢慢的舍弃掉，本质具足的发源本质具足，那个外在的东西你去追逐他执着他，你就越沾着那烦恼就越深，能量就越消耗啊。反之你不沾着外境的东西，所以有一句话说若能转境即同如来嘛，我们是被境界转了、啊、所以才会
外面可以伤害到我们，我不为外面不为他转了，我能转他了，啊，那我就是如来啊，啊，就是这个道理了，因为我们的能量是本质具足的，是我们把它消耗掉了，不会去萃取能量，不会把这个能量把它开发出来啊，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刚刚说啊，这一段话，勤修诸行，无暂歇息，具足菩萨福智助道，普益众生而恒不亏。就具足菩萨的福智，福智代表福的智慧，两个啊，所以是福智两足尊呢。啊，菩萨是具足这个的。所以呢，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啊，什么修福不修慧，对不对？这个大将毗陀罗，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波。这是讲，一个是修福的智慧，两个都修的话，那就菩萨。啊，福智助道，普益众生而恒不亏。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始终菩萨的都离不开众生，离不开众生，普益众生。所以华严不说吗？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吗？我们从佛法来说，啊，众生不在我们心外啊，众生不是我们心外的。所以菩萨度众，我们讲他是不是做义工，是本分事业，本分事业不一样的。下面再看，其名曰金刚藏菩萨。大家知道金刚是很利的，能够破除一切烦恼，他很坚利啊，很坚，很坚硬，很利，代表一种智慧，这种金刚藏菩萨等等等等，后面好多菩萨。下面就如是等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啊，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那前面这些菩萨当然是以金刚藏菩萨为主，其他还有宝藏菩萨、莲花藏菩萨、德藏菩萨、莲花德藏菩萨，一直到后来毗卢遮那智藏菩萨，代表这些菩萨都是那个名号都有个代表性的。比如说莲花，莲花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嘛，毗卢遮那是法身佛嘛，哦，无垢，无垢的意思也很容易啊，等等，这个都是相通的。名号都是代表一种精神啊，一种精神意义的啊，像是如来藏菩萨，对不对？还有谢陀月菩萨如是，这些呢都可以划等号，就它里面可以互相说，并不说金刚藏菩萨就没有无垢，就没有莲花，不是，其实都可以互通。下面说的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诸菩萨摩诃萨中金刚藏菩萨而为上首啊，就他为代表，尔时金刚藏菩萨成佛神力，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入世三昧仪，即时十方各过十亿佛刹，围成数世界外，各有十亿佛刹，围成数诸佛，同名金刚藏而现其前，作如是言。你看这一段呢，第一个，他要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刚刚说了，一个是体，一个是相，啊，这种是差不多代表一个表法。是有这个三昧，这就是这个 class， 这个层次
这个程度啊。所以这个修三昧，我们以前说大乘佛法是从三昧中流露出来的啊，要有这个能耐。大家都知道有个典故啊，大家知道阿难佛陀入灭的时候，阿难结集经藏，结果他们入一个山窟里面，窟内结集。可是呢，阿难进不去啊，为什么？因为你还没证果位，你没有办法，就好像说武侠小说那个擂台一样，你上不去还比赛什么？你先要表演轻功能够上这个擂台，才打擂台啊！你连擂台都爬不上去，还要派直升机上去，对不对？那你没有不够格嘛？比喻了，所以阿难尊者被排除在外。啊，那个洞窟晓得啊，是没有洞口的洞窟。那我们平常人怎么会进得去呢？阿难尊者就是你不够格啊。后来阿难尊者非常惭愧，你修行，证道果位才能进去。这个代表说，啊，你有那个程度，你才能结集经论。为什么要大阿罗汉？大阿罗汉有三明六通啊，我不会记错啊。对，我们常人会记错，啊，他不会记错啊。你要那个程度，你才行啊。代表那个意思。所以呢，啊，入世三昧，这个就说到后面就是，即使十方各过十亿佛刹为尘数世界，其他那么远的世界，都有十亿佛刹为尘数诸佛，这么多的佛，佛代表什么？佛佛道同，同名金刚藏。哎，我们常说同名同姓，我们一般在户政事务所，你同名同姓，有时候，哎呀，我为什么要改名？因为同名同姓啊。可是，在娑婆世间不是这样，就是说，观世音菩萨他跟谁学的？是观世音如来。哎，通修同样法门，就同样的名号，他是表法，因为名号都是假名，但是他要表法的意思，所以同名曰金刚藏。这诸佛世间跟我们世间就不一样啊，世间最好不要同名嘛，以免会误解嘛。啊，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师，他原名某某某，最后改名，为什么？有个通缉犯跟他同名，他就去申请改名，就这样说什么原名什么啊。你同名同姓有时候会惹麻烦啊，可是诸佛之间不会啊，啊，而现其前，作如是言，如何如何？好，到这边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会。下面说，善哉善哉，金刚藏乃能入世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善男子，此是十方各十亿佛刹为尘数诸佛共加于汝，以毗卢遮那如来应证等觉本愿力故，威神力故，亦是如圣智力故，欲令汝为一切菩萨说，不是以诸佛法光明故，所谓令入智地故，摄一切善根故，善简择一切佛法故，广知诸法故，善能说法故，无分别智清净故，一切事法不染故，出世善根清净故，得不思议智境界故，得一切智入智境界故。好，下面就是金刚藏，啊，你能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入三昧才能够有这些境界。
这是十方各十亿佛刹为成数诸佛共加于汝啊，就是武侠小说不是有吗？啊，几十年功力加给一个人吗？啊，这有可能吗？先不论，这个就是十方各十亿佛刹为成数诸佛的功力都加在你身上，这就是佛佛道同啊。就是说，啊，你这个能耐其实都是诸佛共许、共同称赞、共同加持的，啊，共同说的，啊，没有差别。哎，以毗卢遮那如来印证等觉本愿离故，毗卢遮那我们知道就是法身佛了，啊，法身佛就是本体了，他从啊，其实法身佛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本质具足的，他的本愿力、威神力，也是如圣智力故，欲令如为一切菩萨说。就是你来说就代替了诸佛来说了啊，所以说不思议诸佛法光明故，所谓令入智地故，摄一切善根故，善简则一切佛法，广知诸法故，能够啊一切的佛法都涵盖在里面，摄持一切的善根，然后一切的法门都在里头，善能说法故，无分别智清净故，一切事法不染故，啊，不染一切世间法，出世善根清净故，也能清净。一个是事法，一个是出世法，得不思议智境界故。得一切智入智境界故，啊，一切是所达到的境界。又令菩萨实地始终故，如实说菩萨实地差别相故，原念一切佛法故，修习分别无漏法故，善选择观察大智光明巧庄严故，善入决定智门故，随所住处次第显说无所畏故，得无碍辩才光明故，住大辩才第善决定故，意念菩萨心不忘事故，成熟一切众生界故，能遍至一切处决定开悟故。好，这个地方呢，到了265页，就是菩萨实地啊，实地的一个状况了。始终如实说菩萨实地的差别相，原念一切佛法，修习分别无漏法啊，就各种无漏法他都能够了解啊，一切的佛法。那么此地说到修习分别无漏法，那就像我们前面讲了《金刚经》说的那段话，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一切的无漏法啊都能够跟一切佛法。讲到这边呢，昨天呢就考了一个论文，就是讲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是个越南人写的啊，他参考了很多楞严经，楞严经注解有大概一两百种，大概200种啊，基本上都50几种。这个越南的僧呢其实很用功了啊，很用功，那么也花了很多的精神去啊，那个文字中文运用的也还不错，但是发生什么问题呢？一个问题就是他是讲大势至菩萨，他把很多经论有关大势至菩萨的收集了，
啊，就是大势菩萨念佛圆通章，我们最近的不久才讲过了。可是问题在哪里？就是说，他引用了同样这一章有天台来注解的，天台中的有华严中的有禅宗的注解了，啊，那一段话，但是有些问题他没有主重，我引用了这么多资料，没有判断，怎么判断？没办法判断，这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你写了一大堆，到底你有没有你的论证的主轴？你依据谁？没有，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他其中用了一个什么呢？叫做舍事用根。这是焦光大师注解楞严经，这非常，这近代里面呢我们注解楞严经啊很有名的一个法师，就是圆满的圆，英字王字旁一个英国的英，圆英法师，他就根据焦光大师的注。而另外呢，以前中国佛教会的会长叫白胜长老，他是他的学生，写了一个楞严经表解，但是他说他写了舍事用根，谁写的他不知道，他用了，而且还有个标题，一问他不知道是谁，是焦光大师。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么有关有比如说这个大势菩萨念佛圆通章有一佛念佛怎么样现前当来必定见悟。什么叫一佛念佛？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另外还有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当然后面就是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或者说到无生法忍。那这个呢，就是在念佛三昧里面还有他又引用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净土法门有九品往生，写了一大堆。我就提醒他几个问题，我说第一个，按照十住毗婆沙论呢，我们修佛法有两种，一种叫难行道，一种叫易行道。易行道是自力，完全靠我一个人。难行道是自力，易行道是他力，靠的弥陀。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靠，比如说靠交通工具，不是说比如说假如我坐在木栅，我不可能走过来嘛。那一定是交通工具嘛，他力嘛，除非你住在隔壁嘛，对不对？一般都是，这是一个。而且还有十品、九品往生、下品下生都可以往生呢，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法门。所以它里面所包含的高的就是念佛三昧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要达到地上菩萨的境界了。无生忍，一般是生忍、法忍、无生忍，有几层。讲这边我就想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有一个法师他在做晚课，突然跑那个强盗拿一把刀是威胁他，把钱拿出来，否则我就杀你。那法师就说了，我的钱在抽屉里，你自己去拿。他就跑去拿了，拿了就要走。他说法师就说了，拿了人家东西要给人家谢谢啊，而且顺便把门带上。那个贼就跟他说谢谢，把门带上。过了几天，这个贼就被抓起来，被警察抓起来了。抓起来就把这些他的做的这些案子，就是把这些证人呐一一叫来。法师也被叫去了，法师就问他。这个法官就问他说，他有没有偷你东西？他说没有偷，这是我送他的，他谢谢我了。
啊、哦，还把门带上，就这样。这个贼让他关了几年，就出来了，就怎么办呢？就找这个法师皈依了，就他用，对出家是，哎，就是算是一种啊，僧人，就是众生的迫害，我忍他，哎，度化他，啊，忍。无生法忍啊，生忍法忍多，还有那法师到什么境界我们不知道，反正他是很善巧的来跟结缘。好，那个刚刚是个插曲啊，我话没讲完，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念佛三昧，这里面有叫刚刚叫做，就是说，这个啊，忆佛念佛。意念是什么意念呢？有事念，有理念，有事词，有理词，有藏通别圆的。什么叫做事词？简单的说起来，我跟佛是二，我要跟佛一体，这是事词。理词就是说，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即心即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我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那个一心，那叫理词。用事词理词，就是说有的跟华严有关系啊，对不对？是一心，是法界，理法界，这跟华严思想有关系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上面讲有藏通别圆念佛法，藏的就是二分，通就是啊，这两个不相干的。比如我们上说拿这个这个杯子，它有个盖子，两个东西，我把它盖在一起。就通了，别的话酸紧，圆的话就是啊，以水投在水里，我们这个念佛跟大海水合在一起，金佛尊的三无差别，分不出大海水，分不出我，就理事。我说藏通别圆的思考是天台的思考啊，从事一心理一心，这个事法界理法界，这个是华严的思考，那就是你所谓的念佛三昧啊。所以呢，在这个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他是比较天台的成分比较浓，莲池大师是华严的，是包含焦光大师，他是华严的思想来解读的。所以这是你的一个什么核心问题没有讲清楚，这是一个，就是你用了很多资料，没有把天台的思维，就是我们刚刚常强调，刚刚讲到现在就是二分思维什么什么，都是一种思考的方式，研究学问那个思考方式，啊，他借了天台，借了华严来解释它，焦光大师是华严，还有一个就是舍是用根，啊，这里面就更比较专业的问题了，啊。这个专业问题就是说，啊，我们是三个老师考了，啊，专业问题我就说到，舍是用根这几个字，是焦光大师特别用的，在唯识中也谈到根、尘、是，楞严经讲根尘同源，根尘是，一个是唯识的思想，一个是如来藏思想，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两个不同的思考，所以呢，因为如来藏思想，所以说有关这个啊《念佛圆通章》，当然还有一个他没有，他也提到观音的那个入流王所那一段啊，他没有比较了，只是引用而已了。我说这里面很重要，还是如来藏思想，比如说云和五蕴。啊，即如来藏妙真如心，银河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如来藏，这是如来藏的思想。那么如来藏思想跟唯识思想有什么不同呢？唯识中有，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句话哦，这边有一句话哦，这是唯识的八识规矩颂。唯识学有个八识规矩颂，唯识学有三十颂啊，三十颂就是。把整个唯识中的教理用三个字“即行果”三个字，把它含摄在里面。净就包含唯识性跟唯识相，境界的净；行就是转唯识相为唯识性，就是转世成智，就是修行。
果就是转世层次分了五个层次，就是戒行果三个字，啊，现在密宗叫做根道果，一样的意思，这样子，唯识宗的一种方式。那么玄奘大师呢，一般很少，他是翻译经论，很少造论，他唯一造的论，啊，有的不传了，什么破恶见论呢、啊，在印度发表的，啊，那些都不传了，哎，那么。有一个就是八识规矩颂，八识规矩颂就是八识怎么转世成智的。其中呢，在讲五识的时候，突然有一句话叫做“愚者难分是与根”，根，六根，六识，六尘，这叫根尘是十八界嘛。可是他说“愚者难分是与根”，是跟根，一个是根，比如说眼根，眼根说起来就是。眼睛嘛，眼视就是眼睛啊的视觉，我能够认识。一个是生理的，一个心理的，这两个很难分，一个在一起，两个在一起，啊，难分是一根。愚者是什么呢？愚者是声闻尘的人，就是声闻缘觉，他们是愚者，我们还达不够愚者，还不够格，他叫愚者，没有办法分。是一根，而江光大师说舍是用根的根，是如来藏的根，那个根是根性，是不生不灭的。唯识讲到根尘世的根是生理的机能，就是叫佛尘根、净尘根。佛尘根是什么？就是我们眼球。净尘根是什么？视觉神经，我们讲的听觉神经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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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是属于净色根，外面的是浮尘根，有点像电灯，电灯泡就是浮尘根，电灯里面的钨丝净色根，是这样。可是最重要一个就是电，啊，那个电的本质叫舍是用根，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是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然他没有办法解决了，我是提醒他了。啊，给他一些资料，我就跟他谈论了这个一个，就是一个思维方法的一个差异性。我这边呢，就有一篇文章是以前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啊，现在就拿出来，就是把这两个系统，各位看一下啊，从见性。眼见、视见、心见说，探讨唯识与如来藏思想的差异，以八识规矩颂跟楞严经为主，兼论中观的眼不能成见之说。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下面说，就见而言，通谓之眼见，眼睛见。所谓的眼睛见是，就是肉眼了，啊，一般的眼睛就是肉眼罢了。这来佛法有关见的说法很多多，很多具有非常有哲学的一个意识在里头，啊，比如说我见或者神我见，这是属于外道独子部，就在部派佛教，见的背后有一个主宰的自体，且常住独存的主体，啊，所以见是什么？如果没有我，怎么见？比方说。今天我们这边讲堂，如果没有人，什么见？没有啊，有个人在这边啊，我能见到这边有什么书，有什么东西，那必须有个 subject， 有个主体。所以呢，独子部跟外道说，见一定有个主宰性，就是 I see， you see， 对不对？谁在看？第二个，根见。根见就是眼根呐、啊，眼睛在看呐、啊，眼睛没有眼睛怎么看？有我在这没有眼睛能看吗？不行啊，就是浮尘根，还有净色根。你有眼睛，你的眼视觉神经没有视觉神经，瞎子是没有视觉神经的、啊，他有眼睛啊，没有视觉神经，假设还是看不见呢、啊。第三个叫视见，啊，视见。事件就是说，虽然有眼睛，虽然有神经，虽然有我，可是我没注意啊，对不对？
没注意还是没见呢、啊？叫视见。好，这又是一个说法哦。这说法都是我没看，都是不拜佛教时代，是佛教的战国时代啊，很多种说法。还有叫做根是和合说，有根也有视。啊，光是根也不能见，光是视也不能见，要这两合起来。啊，或者根成视，这是说法。好，以上诸说分云，莫衷一是。唯是认为远视九缘身可说包统包以上诸说啊，楞严经认为根性在见属心见，又不一样了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后面给看啊。这边各位看哦，八十归依颂有一个记，我们佛法不是讲缘起吗？八十归依颂有句话说：“眼是九缘身，耳是为从八，鼻舌身三七，后三五三四。”眼是什么叫九缘身呢？各位看这里，第一个，啊、哦，第一个，见，这是真上缘是空，就是空间，见一定有空间，太远看不到，太近看不到。耳朵就不需要空间了，不需要，不需要明，见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明，要有亮光才能看。耳朵不需要亮光啊，鼻子也不需要亮光啊，舌头也不需要亮，身体也不需要亮光啊。你看这边都明都没有啊，根就是说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是需要的。近还有对象。对，一定有个对象，啊，其他都这样。还有注意，注意就是视，我有没有注意？你没有注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有第六识，五聚一识里面第六识，我有去，比如我看这个书，我看了这边，我虽然眼睛在看，我在想别的事，还是没看到啊。我必须眼睛看，我的心也注意在这里，我第六识在说这里面是讲什么，这叫。作意还第六识，还第七识，第七识谁？主体谁 ？Who？ 我、你、他。第七识，还有第八识，第八识根生气界是第八识，还有一个种子。啊，好像说，就照相机一照，有影片了，就是有种子了。所以眼是有九个条件，耳是，啊，八个条件。啊，耳是为通八，鼻是舌是身是等等，三个都是七个条件，后三五三四五个条件，三个条件两个条件，这我们不去细论它了。啊，这代表这个见，还有一个句话就是若加等无见，从头各争议。怎么叫等无见？就是说我在看书的时候，我要不断的看，我才能看下去啊！我不看看的，刚刚看的看几个字。我眼睛就或者我的脑袋就想了别的事情了，你没有等无间缘，你这段话你也念不下去，你也没办法继续下去。所以这是唯识觉是很科学的，就是要有九缘身识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这边可以看第八识，第八识它有什么？根生气界种子第八识啊、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是人呢？过去是我们修了五戒的因，感生今天的一手果，暂时你的寿命多长？60年、70年、80年、90年多久？那这个我的根生就是我的，这时候是我的，这段时间是我的，来生就不一定了。气界就是外在环境啊，外在环境，比如说我们以前讲啊，同样是水，我们看是水，天人看琉璃，恶鬼道看龙血。哎，同样是气界哦，我们看是水 H2O， 可是天人看水它是琉璃啊，恶鬼道看水是龙血，一水四溅，
就有差别了。而这个第八识是什么？第八识是无记性的，是中性的，中性，这是不同啊。所以这边还有一些什么色为自体啊、持定不坏啊、离影为镜啊，这里面就是更详细的了啊。就是我们的身体，你活60年、70年、80年、90年，这就是这时候色为自体，这时候不会坏的。啊，舍报以后就没有了，啊，这些等等，啊，这个都是所以所谓的亲所缘缘跟疏所缘缘。亲所缘就是说，你打了我身上我痛啊，可是你打木头我不痛啊，它是疏所缘缘，我是亲所缘缘，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内变内外变啊，这是第八识的相分，前五识的所缘的如何如何，我们缘的外境。啊，第一刹那是前五世的，是限量，有如何说，非常复杂，啊，那我就简单的这样，稍微介绍一下这样。那么，这是谈到这个，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啊，根跟识的差别是什么？根是色法，是第八识的倾向分。啊，这是所以赖也缘起说，赖也，我们前世的因感生今世得人生的果报。啊，那因此我的根就是人的眼睛，啊，那是猫的眼睛还是根不一样，只是跟第八是有关系。那么，识呢是心法，是第八识的见分，人见的那个。啊，然后根是不同的，根是无具性的，眼睛没有什么好坏，它本身是无，不是说器官的好坏的啊，所以它是基本上无具性。识就有三个不同，根是怎么样？比较是无分别，缘境就是分别。什么叫做无分别？什么叫分别呢？这很难解释。我只举个例子，叫说，今天这边有个镜子，这边一朵花。我用镜子照，镜子里面有一朵花，但是镜子没有沾染。可是今天我用手机把这朵花啪一照，手机里面就有一张花的像，这就是分别，这就显现出分别出来。镜子虽然有分别，镜子没有染红。哦，它没染红啊，虽然是红色的，这样一换，镜子还是光溜溜的，没有红色。所以呢，根就有点像如来藏性了。如来藏性就是说我看到外境以后，外面的红黄蓝白，外面这些东西我不会被它沾染。哦，所以这是比较是无分别，比较接近如来藏性，还不完全是。啊，所以这是非常难分别的，对。可以这样说，这样子是这样，按照唯识中的说法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到外境的时候。第一刹那是前五识，第二刹那是六识。怎么说呢？就好像说，今天这边有一朵花，我拿手机去照它，照它的时候一定要按一下那个钮子，一按，不是会闪光吗？闪光那一刹那，注意哦，闪光同时哦，那个叫做性境是。看见它的本相，可是一感光，这里也有个花，对不对？那叫带直径，好像它 looks just like 很像，可是不是，对不对？这个花不会长大啊，都不会香啊，对不对？那个花会啊，它不会啊，可是它完全一模一样嘛。所以第一刹那是性境限量，性境限量，
啊，这前五十叫性境，性境就是当时的，限量就是现有、现显、现在，现在就是 right now 现在时间，现有就是 being 是存在的，现显是 appear 是显现出来的，是现有、现在、现显，三个条件叫做限量，啪，感光以后就是比量。或者代直径，这个比喻，这就是唯识学来，好像一个心理学啊，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执着，什么叫执着？我们感觉到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刹那以后，就是比量或者非量。啊，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说，好像说今天我们这边啊，把灯关起来，啊，偏我这边。关起来以后，一片黑暗，对吧？我这边打一个灯，把它打亮，大家看这个灯，我就把那个灯啊，突然啪灭掉，没有了，全这个里面都是黑暗的哦。我们会不会有十分之一秒有一个视觉暂留？有没有？那个视觉暂留，用唯识学来讲，就是第六意识的相分，就是带直径。我觉得它还存在，其实它已经不存在了。我比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活在一种带直径，说我感觉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都是它都在 ing 嘛。其实我们都是一种视觉暂留，它本来都是一张一张是底片而已，把它连贯起来，把它放得很快，我感觉它是动态，其实它是每张都是静态的。我是被那个我的视觉暂留什么被它骗了，感觉这个都在动态。哦，所以这是从唯识学来解释说，为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因为我们都是被外境用这些东西，好像它存在，但是不觉得，它很细腻。那个就是说，第一刹那是几分之几秒啊？啊，非常细腻，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证到说那个刹那的几分之几秒。我们现在还没这个能力，就还没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根据佛法里面来说啊，就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是被这个影像所迷惑、被骗？所以以前就是说，我们说活在一个现在所谓讲虚拟世界啊，反正以前有个讲的，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虚拟世界，就佛法讲的，就是如梦幻泡影一样，但我们不觉得，觉得它是真。会啊，因为种子都存在第八识嘛。境界怎么来的？境界就是第八识的相分。所以呢，我们的肉眼，所以说我们肉眼感觉的红外、紫外，红外、紫外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可是别的动物，比如猫头鹰或什么，它可能他们能见到。还有超音波我们听不到，那可能猫啊、狗啊，他们听得到，我们听不到。我们觉得不存在，是他们觉得存在。就类似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能够可见的是，可见光带是一个跟我们可听的是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部分，是我们肉眼所见。那猫和狗他们肉眼跟他们肉耳所听的又不一样，就是唯识所见嘛。所以天眼所看又不一样了，啊，它的那种波长等等都不一样了。那到了慧眼就是一片空嘛，只有空空无大千嘛，它没有啊，对不对？那法眼它可以。同样，佛眼就是肉眼、天眼、慧眼，他都知道，知道你空性的也知道，他知道你缘起的各个不同，他都知道，差别性在此地嘛，对吧？所以唯识学的话，就我早年我非常喜欢唯识学，就是因为他这个逻辑非常清楚，啊，一丝不苟的，讲了简单像缘起性空，四个字讲完了，但是唯识不是，唯识就是说。八识、七识有个主体性，有个我，有个第六识，有个前五识，有个第八识，有个客体。那个客体是啊，这个客体不是绝对客体，这是我们唯心所现的。然后还有一个我，然后还有前五识，还有第六识这样的运作的，非常复杂，它的刹那刹那都在变化。是这样子啊，修行的话就是。
依到按照唯识觉叫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就是说我们能觉察到的是第六识。我在打坐的时候闭眼睛，那就是第六识啊，就是说啊，独眼镜嘛，那是第六识嘛，对不对？第六识是在这边，那因此我能修第六识。那第七识是什么呢？第七识是根，好像树，树的根是看不见的，比喻哦。我因此我要浇花浇到树的外表，那个外表会渗到根里面去，所以第七识是我修第六识影响到第七识，而第七识扎根在哪里？扎根在地里面，地就是第八识，因为它是能指，它是所指，那么就是说一个树干，一个树根，还有一个大地，大地是树木扎的，所以我们的你看。周法界片虚空的都是什么？第八识的相分呢？对对，唯识学是这样说的，啊、哦，是从第六识转世成智，影响第七识，啊，这叫六七因中转。那第七识以后就影响第八，所以才影响第八识。第八识会产生根生机器前五识，所以最后再转。前五识，所以转第六识，六识就是，所以说六识是观察嘛，所以叫做妙观察嘛。我们平常也会观察，观察不很妙嘛，常常会被识所转，所以要转成妙观察之。第七识就我执跟众生不平等，所以要转第七识为平等性质。第八识是啊、是无记性的，要转为大圆净之。啊，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识是。我们作为都靠他，所以学佛刚好相反，叫成就所作事业，成佛事业叫成所作之，这就转八识成四智，就是唯识学的一个理论逻辑是这样子的。可是现在话说回来咯，这是我以前稍微提过的啊，但是这些久了都会忘掉了啊。那么唯识学是什么呢？就不是这样，唯识学是怎么样？是一根圆通，根根圆通，就不是什么六七啊八怎么没有这样啊。唯识学是这个啊，这边后面就有谈到很细腻，我这边就不去那么讲，各位看啊，见者非眼，乃是心见。我们一般来说是眼睛在见呐、啊，或者眼识在见呐、啊，根尘识啊。唯识学后面就见者是心，是这样。哎，好像说你这照相机是照相机在照呢，还是我在照呢？其实它有一个照相机，它一定有电呐、啊，你没有电什么都没有啊。比喻了，心就是那个电，你没有那个电什么都没有。啊、哦，见者不是眼，啊，是心。那么，这里啊，这边有一个，各位看这边有句话啊，不知色身外际山河虚空大地闲事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为刃，一佛欧体，目为全朝穷尽银箔。什么意思呢？注意到这里啊、哦，色身就是唯识学的根身，外际至于啊，气界山河虚空大地就是气界哦，是气界哦。我们上讲虚空也是色法，极略色，极种色、哦、啊，但是。如来藏什么？前世妙明真心中物。哎，刚刚讲的阿赖也是无记性的，此地讲的是什么？是真心所显现哦，真心显现哦。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为刃，一佛欧体，目为全朝穷尽钵银钵。就是说，我们的心像什么？像大海。无所不含，
但是我认为海中一个浮欧，浮在海面上一个泡沫，我认为就得去望，多去望，这个就是我 ，it is I，it is me。啊，其实我们跟大海是一体的，浮欧也是大海中的一物啊。可是我认为大海是我，这是一个例子。啊，大海代表如来藏性。啊，代表这个。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色受想行识的时候是，我们人家有例子说，有一个瓶接瓶。瓶子里面装了虚空，从甲地到乙地，你把这个瓶子盖打开，两个瓶子盖，请问虚空进去了没有？请问虚空出来没有？请问有没有？出来的是什么？空气。进去是什么？也是空气。虚空怎么样？如如不动。这两个盖子，一个是我执，一个是法执。你把它打破以后，里面虚空有跑出来吗？外面虚空有跑进去吗 ？No， 这个瓶子就是都去化了，这个就是我，就代表说我们这个佛虚空是法身，跟我瓶子里的我本来是一体的，你把它打碎了，只是。里面的虚空也没跑出来啊，外面虚空也没跑进去啊，本来就是如此的，只是我跑，而是我执着，这是我，就把我的变成卡得那么小，就像佛一样，这是我们众生的迷惑。哦，就举这个例子来说明，如来藏性是骗法界的，就像虚空，比喻，就像大海水，它本来都是真心。虚空不生不灭的嘛，对，大海是水的湿性也是不生不灭的、啊，它偏一些是很广的、啊。那思想态度跟那个唯识不一样啊，唯识也有我身根深器界，器界也是很大的嘛，对不对？唯识学只是暂时，就跟我做梦一样，我今天做个梦，那梦到花果山，花果山的也有虚空，也有人，也有我。都是梦中所现嘛，那等一下我再做另外梦，我跑到什么地方去，那个东西啊、哦、好像又现，就是说好像六道轮回一样，那我们就在轮回中一直转一直转，转不出来嘛，就是这样。所以呢唯识说啊、哦、你看一迷为心，决定或为色身之内，就说哎，这个心在我这里面呢，所以说不是在内，不在外，不在内外，不在什么，为什么楞严经七入真心是找不到呢？因为你的假设命题错了。我们的假设说一个东西一定有我所在的地方，这个基本都就是把我卡死了。这个基本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一个错误的。就像我们以前说了，有人问禅宗什么是佛法，他就已经分佛法跟非佛法是二分法，所以禅师才反问他什么不是。哦，我们才会有你我等等的差别，就被卡死住，啊、哦，就像这样。所以呢，这是用见的不是眼睛，也不是眼视，也不是眼根，也不是我，是心，真心，真心骗一切处的，啊、哦，骗一切处。妄心老师说也是偏一切处哦，妄心偏一切处，谁在谁都执着，没有不执着的。真心偏一切处无所执着，就像跟虚空一样，偏一切处他都不执着，什么方的、圆的、长的、短的、蓝的、黑的、绿的、白的，他都不执着。啊、哦，这真心跟妄心的不同。所以这边就是啊，从。楞严经如来藏思想色身外际三合虚空大千身妙明真心中无的一段话，还有如身如心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无，唯是以根深器界成啊，是阿赖耶识所变现出来的，两者思想差异颇大。我现在把刚刚的话再把它浓缩一句，差别就是说，所谓的舍是用根，就是教光大师舍是用根，他的根是根性，
根性是不生灭心，唯识中的根是有生灭的，所以他说根尘啊、两个是没有差别啊、没有办法分，唯识中就不是了，根是内色，尘是外色，对不对？识是心，啊、那就是根尘识，只有这样的差别性了。那这三个的论语经来说，这三个是不相干的东西，怎么放在一起呢？按理说，啊、这是水，那水跟水可以放在一起啊。你水跟石头，石头是石头，水跟水混不在一起的，石头还是石头，混水还是水啊？这不相同的东西怎么混得在一起，放不在一起嘛？你说三个，一个是人，一个是棍子，一个是水杯，你说这三个，有三个人，你可以说三个人嘛？三个苹果，你说三个苹果嘛？可是这三个不相干的，你说？它是三个，它就放不在一起嘛，所以叫做依他起，所以叫缘起嘛。缘起就是暂时假合，暂时假合是这样而已。好像演电影一样，你是爸爸，我是哥，他是哥哥，他弟，他孩子，他好像都是，其实下来什么也不是，哦，是这样，啊，这是。楞严经里面所讲，所以才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呢、啊。我们现在要用的是，为什么要都摄六根呢？为什么要这个入流王所呢？入法性之流，法性之流是不生不灭。今天我们看到了实地它就是进入法性流，进入不生灭的。而修行的方法是根据什么？如来藏实相，不是唯识的实相。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昨天那个学生引用了，说什么，总线熏习啦，这些一大堆。有一个科考老师问他：“你为什么要总线熏习？”如来藏，还有种子啊，熏习啊，我就提到如来藏思想包含这个《大乘起信论》，虽然有熏习，可是没有种子，没有种子。唯识中熏习有种子，还有一个就是真如熏无明，无明熏真如。我们说前面讲过了，如来藏真如可以熏无明，无明可以熏真如。唯识中真如不被熏，真如不能熏，一定要借个媒介，叫阿赖耶识，有一个所熏的东西，如何如何，这差异性就不一样，就有漏无漏，这不同。可是呢，如果按照如来藏思想，什么叫有漏，什么叫无漏？我做功德有违法啊，可是我如果回向，我把它空性就变无漏了，有漏就变无漏啊。我执着就变有漏啊，我不执着就无漏啊。同样做一件事情，不论大小，所以这就是如来藏思想不同。所以呢，因为我们还刚才讲有他力法门，自他不二，全他即自，全妄即真。全他即是，就是说我把我的心，就是说我今天做捷运，我坐上捷运上，我根本不管他，捷运就可以到带我到目的地，不需要开车。比如说我今天相信阿弥陀，阿弥陀就他力嘛，我坐上他的这个大愿王的东西，我就到彼岸了。他跟我全他即是啊，所以要带业啦等等了，就是食品这个九品往生的这个道理嘛，这必须要是如来藏思想才行，啊、哦，唯识思想是不行的。你不到无漏，你没有办法登地。就像我们说大凡啊、大心凡夫，哎，我是凡夫啊，可是大心是菩萨哎，凡夫的菩萨有没有如来藏 ？OK， 可是唯识不行。啊、哦，你还早得很，慢慢来吧。就这两个思维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好，所以呢，我们刚刚就讲了说，愚者难分是与根。为什么玄奘大师在《八十归依颂》里面讲这个呢？根是之间，到这个，庄严大师讲舍是用根，所以这两个
我们叫做一义不一语，语是同样一个字，可是它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对研究学术里面很重要一个叫做鸡为吃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好像两个都一样。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因为另外一位老师是我的学生，他说老师我从来没想过，他研究楞严经呢，他从来没想过舍实用跟这个跟愚者难分是一根的根有什么差别，没想过这个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如来藏思想啊，阿赖耶思想，般若思想啊，这三大思想啊，这其中我们刚刚讲这两种思想它的思维方法是不同的啊，所以会有这样的。所以呢，所以啊，这边我们就是刚刚看到265页的第一行说，修习分别无漏法故，同样是无漏法不一样的啊。一切佛法中也有它的差别性，所以就是我们谈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在研究学问，比如说很多人对于上研究所要写论文啊，会有一种心理障碍。但我不是劝各位写论文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要用学术的某些的角度的那个，他有一套的思维方式。很多人只注重说我的经典啦、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叫做思维方法，很重要。所以才会有什么藏通别圆、小史东顿圆、58教，这是我们汉传的一套思维方法。藏传当然也有了啊，什么什么大手印什么什么的圆顿法也是有了，也是有思维方法了啊。你是把中观放在最高，还是把如来藏放最高，还是如何，这有它的一种思维方式啊，差异会很大。所以要把它至少在基础上把它弄清楚，是这样的。好，到这边我们稍微休息。我们刚刚讲的是把如来藏跟阿赖耶两个缘起不同的思考，把它做了一个比较。如果听得不太清楚也没有关系，这个都是慢慢熏习的啊，一次两次。因为以前比如唯识思想我们前面有讲过啊，那么大部分到后来我们都点到为止啊，反正学佛啊，不论怎么样，一定都是功不唐捐的了啊，听是两次、三次、四次慢慢听，只要有兴趣就好了啊。你各位也不在修博士修什么，对不对？平常就是慢慢熏习嘛。刚刚说的啊，主要我们归纳起来就是如来藏思想是可以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它是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像起心论说一心二门，真如门、生灭门，这一啊，这两个门非一非二啊。那么一切法都是生灭的嘛，在生灭法中不被生灭法所执取就是不生灭法，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前念迷就是凡夫，后念觉就是佛。所以罗藏思想这个是六祖坛经里面讲的啊，它的善巧就在这里。唯识思想不然啊，你的所有的动起心动念，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在这里面我们有提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关中观里面的一个看法，叫做啊，中观里面有一种叫做缘起性空的讲法。那么所谓缘起性空呢，说起来
啊、哦，因为我以前看的是因顺法师讲，所谓缘起性空是随明随明见明，随暗见暗。唯识来说，暗是不能见的，因为你看，空明，九元生一个是光亮亮，要有光明。可是从如来藏来讲，见暗也叫见，听了不见也叫听。闻性是不生灭的，啊，那中观说缘起性空，随缘起随明，他能见明，你性空啊；随暗，他也是性空啊，不分明暗呢、啊。所以真正说起来，啊、哦，那么这个中观的思维讲了，见不能成见，为什么？因为有能见所见，就不能成见，有二。好像说我拿个手机照这个花，那这边也有一朵花，那就是二嘛，它不是它嘛。同样一朵花，它也不是它，还是二啊。所以二，所以为什么我们华严讲一真法界，一真就没有二，有对立，有个我，有个你，有个他，就会产生不同的角度。同样照一个东西，你照这朵花，十个人照，不同角度它也不一样。同样角度也是两张底片，都是二。哎，但是呢，如来藏思想到后来，我们看啊，若流王所到后来也是啊，把这个镜像、动像啊，一直到最后的啊，静闻不住啊。觉所觉空，空所空觉，空觉即缘，即灭现前，都是把二去除掉，能所去除掉，还是到最后是不生灭的。所以他这样的来说，跟中观去掉生灭心，去掉能所的观念，其实是一样的，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基本上它是不生灭为本修因。一切法是生灭，啊，不离开生灭而有生灭，不离开能所而有能所，就把能所二者俱空去除掉。所以全他即是，全妄即是的道理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讲的一的逻辑，一的逻辑。啊，世间的东西都是二，啊，所以呢，到后来，比如说空跟有，有是二了，对不对？到后来要把这两个对立的去掉，才能达到一真法界啊，这是一个基本不变的一个思考方式。那么所以我们刚刚所谈的跟现在我们在经本上所看见的啊，就在265页啊，又令菩萨实地始终故，就是说，这个实地的过程，也就是把这个能所见慢慢去除掉，啊，不断的去除，不断去除，到没有能所，这样。那么我们还有一篇讲义呢，就是十地藏啊，这十地藏里面我们后面还会来介绍啊，他的十地藏有所谓的我空法空，现在看这边啊，这些以前讲过的啊，这是按照唯识学讲到的，十住位含十性，七性破分别我执，然后到了
家行位，啊，家行位，家行位是要把能所分别我法二字就破除掉。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啊，慢慢破除掉。然后到了见到位，就欢喜地，就错一个是欢喜地啊，然后就开始就是具身，这应该具身我执，然后再破具身法执啊，就是在见到位，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初地位，把分别的我法二执，前面是破分别我执，到初地是破分别法执啊，破分别法执，见到本性，所以很欢喜，叫欢喜地。每个地都分为入住出，入就等于注册，住就等于在学习当中，出就是等于这个学习结束了，然后到修到位，初地二地三地一次。所以见到位一般来讲是入，等见到位出的时候呢，就破了分别法执，然后一直这个到七地八地到究竟地，破俱生法执，俱生的二执啊，就是地上菩萨，就是说初地之前是破分别二执，初地之后是破俱生二执，简单一句话是这样的意思。而还有一个啊，这边有七星位破分别我执，初地位破分别法执，七地位破俱生我执，十地位破俱生法执，俱生是先天的。另外还有呢，三贤位的菩萨是依法修依法，初地菩萨见到位的是依法修一切法，到七地以上，那就是一切法修一切法啊，依法修依法，依法修一切法，一切法修一切法，这三个步骤。然后到了八地叫做不动地呢，不动地叫做无功用住，不动地就是不用功而用功，就是好像念佛的话，不念而念，念而不念，不是念了就是等于没有念，没有念等于念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有的人这样想的话，误解就干脆不念嘛，不念就是念了嘛，念了不等于不念，那何必要念呢？有人会这样误解，是错误的。啊，就是他那时候是完全简单用佛法讲，任运而修，没有作意的。啊，好像说我们骑脚踏车，骑的好像很快，你不必踩轮子，他就往前跑了。对，它是自然的，你根本不要踩的，它自然跑，任运的，不要作意的，不用力的，修到了八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下面呢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个十地的修持跟断章。欢喜地是以修布施度为主。这个时候呢，前面难道有人要问了？前面难道不修十波罗蜜吗 ？No， 我们前面讲都修，但是此地修才是圆满的修啊，此地修才是真正三轮体空的修法。那这样分的话，就是初地就是布施为主，二地就是离垢地，
就是修持戒，发光地就是修忍辱，宴会地修精进，啊，极难地就是修禅定，那现前地第六就是修般若度，远行地就是修方便度，不动地修愿，善慧地修力，法云地修智，啊，大约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好，那么到后面呢，我们以后还要介绍，比如到了原因地修般若度，就有一部《大般若经》。这个《大般若经》呢，当然主要啊所讲的就是修般若这样的一个思维。玄奘大师呢，就是专门就是《大般若经》啊，有600卷，专门讲般若法门。他这个般若法门里面就会慢慢怎么样有，但是他的般若法门主要是六般若蜜，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禅定，啊，这样的，这是一种修法。另外一种就是说，修一法就是修一切法。不但如此，37道品、18不共，等等，都可以平等的修，都可以同时修，啊，都是用，基本上就是要了解这个般若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啊，它有很多种修法。到那时候，我们就会再详细的把这个般若经的那个精神、经那个体系，稍微跟大家啊介绍一下。那么，我们用了唯识的这个角度是一般性的，是如此。这刚刚各位不要忘掉，六地以上，啊，你说到7地了，就是一切法中修一切法。如果我们按照华严的话呢，那是原教，叫一即一切嘛，就达到一切法中修一切法，就是原教思维了。如果是一法中修一切法，那就是也是原教思维，属于初地的那个层次了。大概是如此的。好，现在呢，请各位再看我们这个265页。善选择观察大智光明巧庄严故，善入决定智门故，随所住处次第显说无所畏故，得无畏辩才光明故，住大辩才地善决定故，意念菩萨心不忘失故，成熟一切众生故，能遍知一切处决定开悟故。好，这个到此地了，各位稍微看一下我们菩萨修行的一个大概的情形啊。以前说过了啊，现在再把它整合一下，就是22空因果。二执就是我执跟法执，二障因为有我执，所以有烦恼障，有分段生死，有因才有这个果。因为有法执，有所知障，所以有变异生死。啊，分段生死是什么？就是六道轮回的，有这个身体的生死，叫分段生死。变异生死是什么？是个异生生，已经没有身体了。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一生生那个生灭心的生死，就是变异生死啊，比较高级的
这个生死。所以为什么要破生灭心呢？好，因此要破这两个染的，就用对我执用我空，法执用法空。啊，因为我空得的果叫涅槃，因为法空得了叫菩提二果。啊，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啊，到了我法二空，就是证了涅槃跟菩提二果。另外二执呢，我法二执又分俱生跟分别，分别是后天的，俱生是先天的。一般来先破后天，再破俱生，先破我执，再破法执。一般的情形都是这样。啊，好，那么我执又叫人执或人我执，啊，反过来就是人无我。法执是法无法我，法也有一个我。因为不知人生为五蕴假合，而故执此中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就是我执。法执不明白诸法因缘而生，如幻如化，而故执法有个实性则。所以《金刚经》有句话说：“法藏因舍，何况非法。”也有人说，我执是主观的执着，法执是客观的执着。啊，我执对我自己客观的这个环境，法执。二障烦恼障由我执而生，人我见以贪嗔痴等一切诸惑发业任生，发业任生就等于说浇花施肥啊，那个业啊就认责这种生老病死这些。毛病这些病，啊，每天教这些烦恼有情之身心，在三界五趋生死中而障涅槃之果，所以叫烦恼障。三界就是色界、五色界、欲界，五趋就是人天恶鬼地狱畜生，还有一个修罗，趋就是趋向，啊，跑到这跑到那跑那。修罗道含摄在五趣之中，五趣中都有修罗道，啊，都有那些福德很殊胜的那些就修罗道，嗔心很重，而得涅槃之，啊，是而障碍涅槃之果，称烦恼障。所知障有法执法我而生，以贪嗔等诸惑为愚痴迷暗。其用能障菩提妙智，使不能了知诸法之事相及实性，所以叫做所知障。二尘只破烦恼障，没有破所知障。二死，啊，两种生死之一，使三界众生的生死是有为的生死。三界众生所感生死之果报，各有类别、形貌、受量等限度的差异。啊，都有，形貌就是不同样子嘛。啊，对不对？也有不同的寿命、限度与差异，构成分段生死。一唯识家之说，分段生死系有漏善恶因为亲，以烦恼障为助缘，所感三界的初一熟果以生命有长短，随因缘之力而有定期限，故称为分段，亦即三界五趣的生死。比如说得到人生是五劫，天是十三，恶鬼道，啊，畜生道、地狱道是上品、中品、下品的，十三的下面就十二，或者是贪重，恶鬼道、嗔、地狱道、痴、畜生道，大概的一个分类。那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富贵呢？荣华富贵呢？啊，那他前世布施很多。就得人道，他前世呢有很多
放生呢，啊，如何对他长寿啊？否则就是短命啊，或者是贫穷啊，啊，各个有差别了，就有这种差异性。所以呢，那就是异熟果。异熟就是变异、异时、异类，这我们在唯识学提过了啊。所谓的异熟、异时，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个因缘是看时间的。那么因有善恶，果为无忌，这也是异熟。异类而熟，五戒感生人生是，人生是无忌的，没有什么好坏，就是异熟果。不管天人生也好，天生也好，畜生生也好，那基本上它是无忌的，那属于异熟果里面的变异类而熟。因有善恶，果为无忌。一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叫等流果啊。我修了很多，我结了善缘，我今生的人缘很多；我结了恶缘，我这一生快成功了就会失败掉，恶缘太多啊，不能成功啊。这是，这都是属于异熟果。但是如果说像了凡四训，我要修善如何，我改变我的命运，那就很就不一定了啊。你这个愿力或者这些善呢，能够把你以前的消业，当然就可以改啊。业有的定业，有不定业啊。定业很难改，不定业比较容易，这样啊，得因人而异的。所以这里面就有好多因果报应的因果关系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都可能会产生。其实呢，如果说我们在禅坐的时候，其实可以消很多业。就禅坐的时候，我一定也有很多过去啊，喜怒哀乐爱物欲的很多很多事情，我能够照到它，了解它，认识它，啊，感觉到，照应到那些的啊那业，我可以慢慢转它。啊，我们大部分都随着每天胡思乱想，都随着那些业走。但是我慢慢能够关照到这些念头，念头就是业了，好的坏的都是一样的，都叫业，不过是净业跟染业的差别了。染业我知道它，我关照它，我晓得它，我这个个性，我这个不好的如何如何，我知道。啊，至少我会慢慢十分变九分，九分变八分，啊，八分变七分，慢慢减轻，就在慢慢转业了。对不对？念佛也是啊，我用念净业代替那些染业，一即一切，我用一个念头把一切染污的念头去掉它。好，这就是戒定慧的问题了。好，下面说变异生死是无为的生死。你看，无为法是圣者的，已经出离分段生死了。阿罗汉、辟支佛、大力之菩萨以无漏业所感召三界外，这种我们比较早知道的殊胜细妙的果报身，这不是我们这个果报身喽，这是很粗的，由无漏细妙无有色行寿命等限之身，没有这个限制，由心事之念念相续而前变后异，我的念头上下功夫啊，其身形与受其皆无定限，系由无漏之定力。无漏就是有空性了，没有烦恼了啊，愿力所助感，妙用而难测，故又称不是一生，又以此生乃随大悲之意愿所成者，故亦称一成神，一成神啊，那个就是属于分段生死的啊，是这样子
变异生死的，啊，处理了分段生死的。好，下面呢，为识的转世成智的二空转一，二执二障的二种生死，成净涅槃菩提二果，转啊，五世、第六世、第七世、第八世，成四世，是妙观察智、平等心智、大圆寂到成熟坐智，这是转世成智。如来藏有没有转世成智？一样有，只是如来藏不是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不是啊，不是按照他的方式了。下面呢，就是从资粮位开始，有资粮位，有加行位，有见道位，有修道位，有究竟位，总共五个位置。那么所谓的资粮位，就是准备资粮啊，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就是所以资粮位的啊。好，那么资粮位呢，他就说有四种圣因缘力，因力本性诸种悉所成种。怎么说呢？这是唯识学的，跟如来藏不一样的，可以当参考。什么叫本性诸种？不是本质具足的本性诸种哦，本性诸种就是唯识学是分为五个位置，一个是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定性菩萨，还有不定种性跟这个无性种性。定性，假如说我是定性声闻，我不会成佛，我只能成声闻。定性缘觉也是这样，可是定性菩萨一定会成佛。可是呢，不定种性说，我也许是声闻，也许缘觉，偶尔菩萨，这三种都有，我的因缘有缘，我就成菩萨种性，我开发出来，没有缘我就是其他的，但是不定种性啊，哦，所以这是。然后还有一种无性种性，无性种性就是说，我不相信出世，我只相信人，人就是这样，人天成，我只相信，不相信有出世法，这种所以叫无性种性。所以会成佛的是什么呢？两种，一种叫定性菩萨，一种叫不定，也许声闻，也许缘觉，也许菩萨。所以本性诸种就是说，你本身我的就是所谓的本有啊，天生本有带来的，是所以菩萨种性、定性跟不定种性这两种可以成佛，其他三种不行。这是本性诸种。本性作用因力，这是唯识中的啊，跟我们如来藏不一样。如来藏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一性皆成，如来藏实际上只有一种，蚊虫蚂蚁也都有成佛啊。好，这是这样子的。不过呢，我以前也说过，有一次佛陀看到一只蚂蚁，就非常悲悯的跟弟子说，你们知道这只蚂蚁怎么样吗？无始劫来他就是蚂蚁，现在还是蚂蚁，就是蚂蚁要升级很难呢，啊。虽然有佛性呢，啊，啊，但是很难。所以我记得禅宗有个公案，啊，说有个禅师碰到有一位行者，就说你不会成佛了，就这样呵斥他，你不会成佛。这个行者就说了，蚊虫蚂蚁都有佛性，为什么我不能成佛？哎，这话没错啊。禅师怎么讲？你不肯直下承担，各位了解意思吗？就是说他的意思不是说否定他了，他这句话是一个有一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教育的手段。你没有不要，你不直下承担，你有佛性等于没有，没有开发嘛。我身上有100块，不是，我身上有1000块，我买东西，我忘记我带钱了，我不知道我身上带钱了，我说没办法买，我钱不够，回家，哎，我这有钱啊，可是你当时你忘掉了，有不是等于没有吗？所以你没办法
成功啊，是这样。好，下面呢，这是先决条件啊。我刚刚举了禅宗的观点，就是禅宗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很超越我们一般逻辑的一种思考方式。但是它有它的教化的方便手法。习所成种是，我因为我必须具有我的那两种定性，菩萨种性跟不定种性的这个资格，那我所修习的后天的习，后天熏习的，可以帮助我先天的。这是唯识学的思维逻辑。那现在我们反过来说，请问唯识学的思维逻辑能不能成立呢？当今之世，有几个人想学佛的？也是很少哎，对不对？有这种心的啊，很多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的多得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没有？啊，就唯识学的思维逻辑也有它的某些道理在。一个就是我们从如来藏的思想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这样能成佛，不代表都会成佛。是用一个逻辑是可能性非必然性哦，可能性哦，可能性不是必然性哦。啊，所以我们说如来藏思想是可能性，你后天不开发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就后面就有善有力，就是善知识啊，同参道友啊，老师啊，同学啦、啊，善缘啦、啊，啊，贵人啦、啊，这种善有力。作义力就是由决定圣解，啊，决定圣解就是唯识学圣解，就是说，我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谁阻止都阻止不了。有人就说：“哎呀，家人说我们大家都信基督教，你就信吧。”好好好好好，对不对？有人会这样嘛？受的朋友的影响嘛，大部分人都会受朋友影响嘛。啊、哦，以前我们有个很多不良少年说：“啊，我为什么会不良少年？朋友影响嘛。哦”啊，很多人。可是作义力呢？不是啊。有的人说，即使我家里都是。也许都是贪贪枉法的，不代表说啊就会一定出坏胚子，不一定啊，说不定出一个啊这个有塑身因缘的，不受恶有逆缘所坏，不一定。同样佛教家庭也可能吃就是基督教家庭可能是佛教，啊，非常复杂。但是呢，有的人的作义力决定，比如说我有个朋友，在大学时代真的相当好的一个朋友，他呢就跟我啊就说了，他说我有一个祖母辈的一个长辈啊，从小他就以前那个时代是媒妁之言啊，父母之命就跟一个啊那个婚姻定一个契约，那婚姻的当天在路上男方就蹬脚走了，死了。于是这一位这个祖母辈这一位女性就自叹命薄，我的命薄啦，拍命啦，我就认命。一些女子很多认命的，怎么办？每天青灯沐浴，就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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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念佛了。很年轻啊，自己20岁就开始念，于是活到80几岁哦。然后呢，他这个祖母辈的还他们家族，比如说到在大陆了，各个地区了，当天往生的时候，每个都通知我要走了。哎，那个时代没有高铁啊，
通知到，走了，无疾而终。他就告诉我说，我们家长有这么一回事情。哦，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二十多岁嘛，啊，意思就是说，如何如何，你要信心怎么样？这个朋友呢，后来我还送他很多佛书啊，很谈得来。后来怎么样？信基督教，批评佛教。哎，他当时还这样跟我讲的。我也请他静坐，他说我静坐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代价都没有，什么静不下去。所以这就是说，哎，个人的因缘。我想奇怪，那个时候你还跟我讲的，真的是这么回事情呢，对不对？哎，怎么突然后来这个人就，后来我们就比较没有什么来往，还批评佛教，啊，就这么一个因缘。他有很多见证，啊，他有他的见证啊，我可以这样说，四个字：因缘。未熟，至少今生你还没有缘分，是到此为止，就这样。本来很谈得来的，无法不谈，啊，种种因缘，啊，这样。好，这是说各有因缘了，啊，没办法勉强，兄弟姐妹谁都没办法勉强的，这样。好，这是作一力，另外知两力，就是积极善根福德因缘。我们说起来，我们的善根福德是比较多的。我记得以前我在莲英寺有一个方伦居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初级佛学读本》，中级、高级，好像在佛光出的，写得很好那本。我最早开始的时候，就是看他那本《初中高佛学读本》。他是什么海军出身，好像是个校级军官。怪不得抗战的时候，我们的海军都被打光了，啊，他就海军变陆军了啦，哎，都在路上，路上干嘛？别的人就游手好闲嘛，还没仗打了，他就跑去借大藏经。那个时候大藏经各位晓得不容易哦，他要经过哪里哪里去借哦，啊，全中国都没几套了，就这专门的手册才借。别人你看这个就是不一样了，别人都去吃喝玩乐去了，他就很认真。你看他写的初中高佛学读本都写的相当不错，哎，方天圆地方的方，伦是伦理的伦，方伦居士，他写个初中高佛学读本三本。啊，佛学常识什么各宗各派什么基本的概念什么全部里面全部都有。哎，方伦居士，他也是修净土的了。这是一个因缘，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啊，另外一位叫圆香居士，圆香啊，就是色身香味触，叫做刘国什么。像啊，这个军人出身啊，他呢，他生病，他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啊，生病后来就住院没事干什么呢？就看海潮音啦、狮子吼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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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佛教杂志，就开始看啊，看看呢，后来哎，那就。对佛法起了很深的信心，很好的。他说他有一次走路走到一个好像就是空地了，突然可以眼睛不是我往前的吗？可以四面八方同时看见，保持了好久。这个是一个悟境，这是悟境啊。当然他这样以后，他是私下跟我们说了，他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是。非常诚恳，也在莲英寺碰见这个老居士，那最后的，多少年前他往生了啊？往生之前的几年，
有一次跟他通电话，一直想见面，没见到面。他说现在我问他，就是请教他了啊，你老人家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在意，不会生气了，啊，都不会说，他就是一心的就向佛，啊，像这种，就是这种就是过去生一定有因缘，否则他不会说这样。我为什么说我们的善根呢？我们现在啊，佛书多的太多了，佛陀教义会印多少书啊？随手可得。对他们那个时候，哇，很难很难得到这种佛书啊，但是他们非常珍惜这样。那么我记得以前也碰过一个，不知道交大还是哪个大学，在新竹的啊，一个大概30来岁啊，就是哎，他说他读中观，有一天突然开悟，怎么开悟呢？就是说我可以看见我的头。我看见我的头，他自己看见自己头，有个光圈，保持了好几个小时，这也是个小悟境。但如果说从楞严经来说，都是不可执着的了，但是确实是个小悟境。自己怎么会看到自己的头呢？当然是一个有所领悟了。好，这是我们谈到资粮力，每个人都说有别人的那些经验，当然也可以帮助我们，啊，可以帮助。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把握这些不同的善缘。下面呢，就三退区：广深退、难修退、难证退。广深退是什么？佛法那么多啊，随便拿一本看，每个字都认识，不知道他说什么。对，每个字都认识。广深退啊，啊，难修退，哇，三大阿僧祇劫啊，难证退，何年何月？很简单嘛，阿弥陀佛净土宗嘛，十念。十念往生嘛，这不是我说的，是弥陀的大愿的18愿，十念往生呢，对不对？今生成就只有一个净土法门，可以他力法门。是你成佛后来接引我们这些学生吧？说不定你还比我早呢，紧拍供呢。好，所以呢，当然说广深退，如果说他们怎么讲，就说哎，这个佛也是人成的，也是凡夫成的，哪个不是一样的嘛？佛法那么深，终有一天到嘛，人日子好过坏过还是过嘛，对不对？难修也有一天修道啊，难证也是一样。刚刚我们特别提出净土法门，下品下生，如果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去。如果往生，至少中品中生以上，不是下品什么五逆十恶，我们不会干那些太宰机嘛，不会做那些坏事情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个人说，啊，我现在做坏事到临终十念吧，我扣零个宰机了，这个心就很那个哦。人家张善和十念是因为他这一生都迷迷糊糊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以前在刚开学佛的时候，那时候在台大成经社，有一位学长他这样说了：“哎，五戒是得人生的，我都到临终最后一天，我修五戒，哪可能？第一个，你这种机心，非做不可，对吧？我要做坏事，我到了，对不对？打算盘打到说，哎，我到临。”临终那一天，我在修五戒啊，我在念佛啊，你这个机心就不对，
有这个福报吗？他们那个临终十念也是福报呀，也不简单呢。哎，这样好。好，那么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